咔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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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嚓。I don't wanna be the girl, but I kinda need a word. Well, I'm into you. 好，现在我们要来换另外一位完全不一样 style 的，也是很 old 的 ，old 到爆。好，那如果像阿 Sir 一样这种短发的女生，想要弄比较欧美的发型的话，可以怎么样？第一个发质要先把它处理起来，对，先蓬度，用一个尖尾梳，用一个小板夹，这么小的板夹，不是大的哦，大的是这个，这个是大的，对，这样分得出 size 吗？有 size， 它的那个宽度不一样，对对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把她的后脑勺用小板夹。这个如果说短发的女生她自己来操作的话，是有办法实行的吗？这样子对，然后拿起来，拿起来，这样。哦，弄个两三下，让让那个发根，它就蓬了嘛。对对，早上起来洗完脸，你的手是湿的，你把它伸到这个根部，一定要这样上下搓。真的搓完之后呢，你再用吹风机把它这样往上拉一拉，等于是帮你把发流重整，因为你睡觉是不能控制自己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所以你起来之后，你要记得你的发流一定要重新整理。你如果短发要够欧美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你的后脑勺一定要蓬。对，因为所有欧美的人他的头型几乎都是圆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剪短头发的后脑勺的那个扣头是很明显的。所以你后脑勺千万不能扁。然后因为我把它的分线换一边了。我就把它换一边。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偶尔有时候可以换换分线做造型，它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。那很多人会说，可是我就是换不过来啊。头发要换分线或换边，切记一个道理，就是头发湿的时候再开始边吹边吹边换，就是你不要干的时候再硬要换。对，干的时候当然不能换，换不过来。对，你吹干的时候一定要左右两边拨，不要照原来的分线去吹干它的方向。比如说我比如说我是分这边，可是我吹干的时候我都是这样，我都是这样吹。这样再弄回来才会有蓬度是吗？然后如果我这一边我就会这样吹，我就会这样吹，全部吹好了，切记，哎呦，那笑了，无所谓，切记这个动作很重要，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全部往前吹，往前吹，对，一定要全部往前吹。这样往前吹，往前吹的原因是因为要让你这个线不要分得太明显，所以你一定要往前吹，把所有的发流全部都往前吹，吹好之后你要分这边也可以。那因为我在家里是这样吹，所以你看我现在可以分过来，所以你一定要往前吹去养你的发流，让你的发流不要固定那一条线那么明显。那往前吹的那个界限点在哪里 ？OK， 问得很好。对，家长，哎，你看。你看，你看，界限在你的耳尖，耳尖对上来，这个地方全部往前吹，耳尖，因为它是人头型的侧面比例，耳尖这里是这里，比如说这里是耳尖对上来，的这里全部往前吹。那如果是我的耳尖对上，你的耳尖在这里，你耳尖还蛮后面的，算了，这里。这里，你看，这里，对，然后因为你的耳尖是后面的，你耳尖在后面，你没有耳尖这件事，真的啦，你看你自己看它，你自己看它有耳尖，我没有耳尖这件事，因为你的耳朵很有 hooky 啊，是有肉的，然后是往后这样圆弧的，福气很好的 girl。对 ，OK， 那我到底要从哪边开始？这里啊，就是这里，这里，然后对上去，对，然后这边，然后都往前吹，对对对，旁边一样把头发全部顺好。然后顺让它有光泽。好，旁边呢？用尖尾梳。尖尾梳。然后把它头发梳贴梳亮，但重点来了哦。这个所谓的 baby hair， 这个有吗？下面 baby hair。这个也要梳。啊，你说小小的那个毛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细毛的？对，叫 baby hair。你看这个要梳贴下来。要梳哦，然后再试试把这样收起来，勾到后面，然后这个一定不要有这些洞。哇，这个也太高难度了吧？这很高难度，但只有你可以驾驭。好，旁边这边刚刚都梳到贴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个我们刚刚是不是都有整过它的发流跟蓬度了？呀。所以我们只是要梳出它的光泽度跟这种线条感，所以你根部就不用碰，不用压太紧。然后你们会问说，
那它后面这样亮亮的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收哈，因为它下面有点长了。这个地方不要蓬，这边不能蓬的，所以发胶输出你要的蓬度的位置，定点直接从它的下摆，把它梳贴，就是发质一定要先处理好，记得，不是喷胶啦，刚刚是喷那个喷油，喷油，对，不是喷胶，是喷油，对。然后剩下这尾巴毛毛的怎么办呢？油胶弄薄薄的一层在尖尾梳上面，喷上水。好，胶用薄薄的一层喷，然后喷上水，然后轻轻的在表面。它喷水的那个用意是什么？让它不要那么硬。哦。然后再用刷子把它细细毛毛的头发收进去，然后最后小风。小风要干嘛？小风冷风。然后手贴着吹手这里。不要吹头发，不要吹到头发，因为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，整个会吹乱。不是，那为什么要吹手呢？因为吹手，它透过手之后去把它定型。因为我是冷风，我不是热风。因为如果你是这样，它就会吹乱。哦，对耶。好了，好了，耶！掌声鼓励，谢谢老师。来来来，我们也拍就好了。好，一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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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果然是 model 就不一样，他可以50连拍，好不好？超强，20连拍，20连拍，谢谢啊。